这基本上还过去一点点，他现在的重心没有太往这边走了，他应该再过来一点点就会更好。默默现在不对啊，我们的重心你看，来转过来，转过来到这里一点就可以了，来再来坐。哎，对，那这个重心就很好，记住默默左脚右脚的位置要站好，右脚上去了啊，你右脚上去啊，对，这个重心就对，刚才他那个重心是不对的啊，你看老想还原，来蛋蛋坐下重心，来走，哎，蛋蛋的重心就比较平稳，再来右左，来右左右左右左，带对带带带停。好，我们讲到重心的正手的重心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往。